送完墨之后，我们来算墨浓度。0.4公升的氢氧化钠有2墨的氢氧化钠，请问你墨浓多少？简单公式，基本运用，带公式直接算，体积分之墨，体积用公升做单位，可以带进去。0.4公升2墨，算出来5大m。简单小问题，停车站借问，多少大 m？ 这里有个，就是他没有给公升，他给毫升，记得要换。他没有给公升，给的是毫升，记得要把毫升换成公升就可以了。这位林炳轩，5、4、3、2、1，5、4、3、2，多少？是13，5/3就0.6。一样，体积分之墨，体积用公升做单位，500毫升是0.5公升，这就直接做了，除一除答案0.6，小事一桩解决。借问，没有告诉你几墨，给你几个，所以你要从几个换几墨，然后去配公升之后，求出多少答案？停车站借问，这样子有几答案呢？帅哥男舞哦。没有，黄伯翔。0.1，请坐。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公式，体积分之墨，体积用公升做单位，可是没有墨要算，墨用二数除以六乘以十二三十八去算它，算出来是0.5墨，我再进去5公升。算出来0.1答案，所以就0.1答案，这个叫做墨浓度的公式的基本运用，来算出我们的墨浓度。好，我们再来算，80公克氢氧化钠溶于水配10公升，然后呢，请问你多少答案？跟刚才基本上类似，就是给质量，然后算墨，然后求出，往里面带。好，墨数怎么算墨？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所以往里面带，算出来要算出分子量，原子量相加40，所以出来是2墨。然后呢有10公升，所以呢10公升2墨0.2大m。OK， 各位可以吗？好，那请问他呢？他呢？他多少？徐永成，徐永成，多少？半山腰。你的人缘跟那个谁一样，不太好，没有人要帮你。谁呀？5、4。哇，吓死人！那么多大案，十几大案就已经够浓了，还6×12¹³，请坐下。一样，墨数除以升数，溶液体积用公升做单位，还是要算墨。可是给的是质量，质量要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算，分子量没有要自己算，分子量没有自己算，算出来就一除，算出来就是0.4墨，然后带进去800毫升，记得换成公升，0.8公升，所以带出来是0.5答案，所以是0.5。这多少？这就是未知数不一样，改问体积。未知数不一样，改问体积，可是公式想法是一样的。这玩意儿无法追嘞。体积有多少嘞？停车站借问。台小女生五啊，五陈正。好，闭嘴。哇。陈。0.1啊，请坐。公式：墨数除以溶液深数叫墨浓度。墨量质量除以原子量分子量算，49公克要算分子量，分子量会背的，有算分子量会背的，90分，所以除一除算变成0.5墨。
结果要五大案，可以带进去。S 公升，结果要五大案 ，S 公升零点五，所以算出来是零点一公升，所以我们答案零点一。这个也是所谓的末浓度的公式的基本运用，只是你算末的方法不太一样而已，可以用质量算，可以用多少个来算，这样来做而已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给各位的小小的练习。